色微风拂过黎明，快乐的时只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听我激情诉说，Love baby 只对你说， Wait a moment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花火，让幸福降落。听你轻轻地说， Quando la mamma 只对我说， Hold me tight make me smile，心动是会沉默，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I prize that love more than whole mines of gold, or all the riches that the east doth hold. My love is such that rivers cannot quench.Nor out but love from the give recompense. 跟奶奶说再见。再见，再见。奶奶再见。怎么样？我今天给力吧？特别给力。妈，铺好的响臂给我吧。啊，这冰激凌记账上吧，嗯。你不讲信用。明明说好我来替你做奸细，你给我买冰淇淋吃。你今天什么都没得到吗？嗯，好了好了。不过你这么就走吧，见好就收呗。爸爸，虽然你很优秀，但那个大哥哥每天都在西西阿姨面前转悠呢。嗯，这不是有你吗？我白天要上学的，又不能帮你时时刻刻盯着西西阿姨。爸爸，你这样是讨不到老婆的。怎么说话？嗯，真替你发愁。先生，这房子的确不错吧？这房子确实不错，就是这价格太高了，我再考虑考虑吧。啊，先生，这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买房子也不是小事儿。你不用替我发愁，我有办法。走。什么办法？告诉你，我接个电话。喂，我在哪？啊，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在外面出差呢。你爸下礼拜过生日，那还是老规矩，我提两瓶酒过去见他。嗯，哎，对了，我妈问我结婚的事儿，你还是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态度。嗯，好吧，那就这样，拜拜。走吧。听哥，女朋友啊？啊。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都没听你提过。嗯，小半年了吧。她比我还忙呢，十天半个月见不着她。你还难受吗？嗯，没事。你说你刚才有话要跟我说，说什么？没有没有吧，你听错了。怎么可能啊，我是侦察兵，耳朵灵得很。啊，你说你有些话藏在心里。哦，我想起来了，想谢谢你回下海请你吃饭。你跟我客气什么，走吧，我背你。不用了。哎，我背你吧，没事儿，我不累。你没事吧？没事。
干嘛去了？怎么没和我们一起去参加查理公司的派对呀？你们今天是去参加客户宴请了？对呀，天哥本来也是一起要去的，后来谢姐临时一个电话会议，他就去不了了。莎莎，你脸色好难看，没事吧？没事，我先回去了。原来他不是因为关心我才单独找我吃饭。哎，对了，我妈问我结婚的事，你还是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态度。没事吧？嗯，没事。半个小时之后我能准时出发。我就是来通知你的，你今天不用去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应该也没什么事了，你就在酒店里翻译资料吧，翻译完了跟林夕核对啊。不用特别照顾我，身体不舒服就别逞能了。嗯，好好休息，我先去。哎，天哥，嗯，飞机票我都确认过了。好的，是下午到吗？对，下午到下海机场。行，我给大家买了特产牛肉。哎，好啊，天哥，谢谢天哥，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客气啥，知道你们喜欢，特意给你们买的。来一下。天哥，我先不说了，西姐找我。嗯，啊，拜拜。拜拜。自己看看吧。第九行到第十五行。油麦菜 ，leaf lettuce， 求生菜 ，head lettuce， 紫叶菜 ，purple lettuce， 一眼就能看出是不一样的蔬菜。你写的什么？全部用一个单词，你是疯了吗？对不起，西君，我以为他们都是生菜。你以为？人家发过来的农产品对照表上都标注好了的，你没仔细看吗？你以为你每天都是你以为，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你以为。以前以为你只是粗心而已，现在看来你是工作态度问题。Hello， 今天开会别忘了，二号会议室啊。马上。又怎么得罪女魔头了？嗯，刚来电话通知你这个月的绩效被扣光了。这么狠！怎么找不回来了？
来，首先庆祝我们出差农贸会的同事们胜利归来，这次客户特别特别的满意。来，怎么样？农贸会之行学到什么了？了解了一些事情。看来还是魏天适合当你的代教老师啊。接下来呢，你就去忙陈吉教授的医学论文，于毅这边做辅助。初稿发过去了，就等陈教授的反馈意见。进度你自己抓好。听说这次于毅招标会上赢得很精彩，恭喜你啊。那可不，咱西姐出马，自然是凯旋而归了。谢谢大家。其实各家公司都是势均力敌的，只是他们都输在了同一个点。哪一点？他们根本就没有察觉出如意的野心，在肖一成眼里不只是有翻译机。是啊，他们不仅一直在扩宽肖一成的边界，还在向多领域进行探索。没错，我先去再点点东西。我也去。天哥，你得帮帮我。怎么了？又闯祸了？就是粗心。可细姐把我这个月绩效都给扣了。这个是公司的规定，错了就要认。我知道，我错了我也认。但我有难处吗？我还在实习期，工资又不高，交完房租我就等着绩效过日子，这一下都给扣了，我怎么办啊？你就帮我跟细姐求求情吧。我以后一定认认真真工作，大不了分期扣也行啊。实在不行，好好，我知道了。啊，谢谢天哥。走了走了。天哥，你记得帮我跟细姐说说啊。好好好，谢谢，放心吧。啊。林夕，你的包。谢谢。你扣陈文奖金了？刚才跟你告状去了。哎，小姑娘都快哭出来了，说下个月没饭吃了。我有什么用啊？我跟客户哭，客户会多给我钱吗？给过他那么多次机会，他进公司以来犯过多少次低级错误，按照公司规定早就该扣钱了，我都给他免除了。这次这么重要的文件他给我马马虎虎，给我应付。小姑娘嘛，不懂事儿，你多指导指导去。大哥，我是上司不是老师，我没有办法24小时都教他。而且这次于毅的项目他本来没有资格进的，我也给他机会了不是吗？从助理转到议员得靠他自己，靠我没用的。等他转正之后工资可以翻倍了。好，那你这话我带到了，到时候人家小姑娘真饿肚子，我看你怎么办。看一下支付宝，他这个月的早中晚饭都是你请了，也是我安排的。喂，中午饭也要不了这么多钱啊。小姑娘喜欢喝奶茶，每天一杯续命啊。
这谁呀？大清早就惹人清梦啊！听说隔壁租出去了，那房东要价高的都吓人，还说什么付不起这个价位房租的人就不配住在这个地段的房子，宁愿不租，空关万年。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奶奶。来了，怎么是你啊？怎么又是你啊？乔迁的伴手礼。乔迁？我刚刚搬过来，现在我们市里去了。肖一成，你是不是故意的过来打扰林夕？没有啊，酒店式公寓价格高，离公司又远，不方便。据我所知，那个房东要的租金可不低。是吗？那为什么他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折扣？行，那拜访完了，你可以走了吧。哎，想见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想找林夕借一步说话。不见。华生和羽翼现在合作阶段，你不会拒绝吧？肖总，什么事？我刚刚搬过来，东西收拾不完，你帮我一下。不好意思，我没空，还有文件要发呢。我允许你晚一天交。不是羽翼的，除了羽翼的工作，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好啊，那我给张家康打电话，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林总监帮忙。肖一成，你能不能不要公私不分啊？你让我早点安定下来，我好处理我们双方的合作。怎么就是公私不分了？这么大个总，连一个整理师都请不起吗？对，请不起。行，正好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呀，离肖一成的段位还远着呢。姨奶奶，你怎么总帮外人说话呀？你跟我说，你生气是因为林夕还是其他？其他是什么呀？孩子，爱情的表面是千变万化，但内核是一样的。哎，奶奶，你到底在说什么呀？将来你就懂了。嗯。吃点心吗？不吃。那就先从床上四件套开始吧。肖一成，我不是来帮你整理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是认真的，我们应该保持距离。我知道，我搬来这里是因为这儿环境不错，离公司又近。之前的酒店式公寓只是过渡，终归是要稳定下来。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信吗？那你说对我没有感情，你自己信吗？既然没有感情，为什么都不能帮普通朋友整理房间呢？林夕，你越是逃避，越是证明心虚。四件套是吧？我是在这儿。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
love you, baby， 只对你说。为了茉莉的梦，舔了你的耳朵。如果我勇敢，能不能借本片刻画符？还记得他吧？你的那只呢？睹物思人，怎么了？细节，江湖救急，我就在您门口呢。来了。细节，能不能帮我照顾三公主几天啊？你不是养猫吗？哪来的狗啊？刚入手的，可爱吧？三公主，三公主，不是我不想帮你，我没养过宠物，为了它着想呢，我建议你还是把它送到宠物店去。是这样的，三公主呢才一个多月，胆子超小，她去宠物店见到其他猫猫狗狗，会害怕直撞笼子。谢谢，帮我养养几天呗。那是我没有经验。很简单的，那吃的我都准备好了，这狗粮，这羊奶粉，每天只要按时投喂它就行，不用遛。哦，西姐，我都跑遍周围所有的宠物店了，三公主都不愿意在里面待，求你了。要不你问问其他同事吧，问问陈文。我大皮二卡全部交给陈文了，他那出租屋实在是太小了，真塞不下三公主了。其他同事呢，我也全部打过电话了，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都不好意思麻烦你。肖总，您也住在这？有。嗯，我们是邻居。西点，这几天就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三公主啊。李奶奶在家呢，而且李奶奶那么大年纪了，家里面放个宠物真的不方便。喂，哦，师傅，好的好的，等我一分钟，我马上下来啊。行行，谢谢，我赶飞机真来不及了，东西我就放在这儿啊，拜托。林峰，不是，需要帮忙吗？也帮不上什么忙吧，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上我那儿养。不太方便吧？那李奶奶不是也不方便养宠物吗？没事，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它关我屋里。你把它关着。你问过他同意没有？狗狗，你同意吗？嗯？哎呦，你可真可怜，肯定不同意是吧？是不是？嗯、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麻烦你了。好啊，走了，我们回家。三公主是吧？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啊。哎呀，真乖。你这儿有毯子什么之类的吗？给她稍微盖一下，铺一下。啊，是。
是变矮了呀？如墨，哦，你帮他铺一下吧，我就先回去了。哎，等会儿。每天早上8点之前，晚上10点之后，你可以过来。我只让他住在这儿，但照顾他的活儿得你来。应该的。早点休息。要不要一起上班顺个路？不用，我有车。大家好，欢迎来到雨翼天下。这里有雨翼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产品，大家可以随意参观，希望对你们未来工作上有帮助。当年，我代表肯帕迪理工大学参加全美大学生编程比赛，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出国是你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最痛苦的。各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所有的羽翼产品都有一个神秘代码。你们看，大家好，我是小易，欢迎大家来到羽翼天下。Hi, my name is 小易 ，Welcome to 羽翼。给，试着对他说羽翼。可这是个英文语音娃娃，他能听得懂中文吗？试试。羽翼，让世界听见中国。是的，让世界听见中国，这是我们羽翼的 slogan， 也是我们公司的理想。如其他上市公司的英文网站一样，
语义的英文网站也需要公司概况、公司公告、财务数据、行情走势和股东股本最基础的构成。资料已经发到各位手中，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谢谢。不是说合作 IPO 吗？怎么变成配合建立英文网站了呢？这就是合作项目里的工作呀。IPO 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作呀。嗯。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也就是呢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募股票。这我明白。接下来呢，按照 IPO 程序，语义需要向证监会提供一份招股说明书。只有招股说明书通过了审核呢，语义才能继续被允许公开募股。所以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翻译招股说明书，没这么简单。接下来呢，语义还需要继续向公众宣传自己，通过估值模型和市场供求进行定价。这么复杂啊？整个过程呢，包含了大量的文件，包含了公司概况、专业知识、专利、金融、财务和公司章程，还有法律法规等等内容。啊，这么多专业领域啊！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整理和翻译此次 IPO 进程中呢所有的文件和资料。了解了，所以今天的任务其实只是一个小 case。嗯，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做得完吗？哎，别忘了，我们大客户可是这个，当初林夕姐可带我们完成了不止一个 IPO 项目。好了，赶紧干活吧。肖总，各位，针对第一个阶段语义多语种网站的建设，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那合作愉快，保证让甲方满意，期待你们完美的方案。来了，嗯，要不要休息一下？所以咱们那些头脑风暴的词儿都不能用是吗？林夕，你有没有想过是萧逸晨故意在整你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让你服软，然后你们可以破镜重圆。如果你是萧逸晨，你会这么做吗？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呀。他也不会。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想和他重温旧梦，所以这么努力表现？哎，你还说话吧，你这笑太吓人了。唉，翻译呢，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希望五年、十年，很多年之后再想起这个项目的时候，遗憾可以少一些。行行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不过我问你啊，甲方都已经 OK 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我们是专业的呀。专业的就是要为甲方提供他们认知以上的结果。那如果想不出来呢？嗯，等灵感。哎，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思路啊？怎么换？你看啊，我们现在借此已经借到了山穷水尽，那不如我们造次试试呢？你看，就拿冰岛语来说，在近代的时候呢，他们爆发过一次民族主义唇语运动，将一些外来词替换为本土词，
但是本土词对一些外来的新事物的描绘又不够准确，所以他们就开始自己造了一些词来表达，比如说像冰岛语的心理学 Safrichi 其实就用 Saw 和 Frichi 来代替的。语义不是想让世界听到中国吗？如果将两者结合在一起造一个新的词呢？比如ability。对啊，你看我的想法是，他这把语义的 slogan 本身当做一个 logo 来做，给企业形象直接定一个图腾。不，你这个人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呀？第一，我在自家的露台上；第二，你们讨论的是公事，我作为甲方还没资格听吗？还是说你们在聊什么我不该听到的东西？那你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ability 怎么样？不错，这个思路很新颖，值得考虑。还是懂行的哈。但是，还不是我心中的一句话。李欣，你觉得呢？确实，象形的意义是有了，但从传送度还有英语本身的含义上是有缺憾的。没事儿，我们回去再想一想。好。公私分明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基本素质，背后议论别人是幼稚的表现。哎，哦，对了，李歇，马上十点了，你可以过来处理一下你的私事。不是，你俩有什么私事啊？过去的。不，李歇，这都已经十点半了，很晚了。你要去哪？哦，对对，来这边。哦。好了，来，先把你抱起来，哦，再给爸爸发个信息。林峰，我把三公主的照片发给你了，你看看。亲爱的希姐，之前送去的时候赶时间没来得及给三公主洗澡，可以拜托你帮三公主洗个澡吗？感谢感谢啊。洗澡的话，今天也挺晚了，我明天看看吧。怕把你们家给抽着。肖一成，能在你们家洗个澡吗？我说狗。哦，在那边。谢谢。走喽，洗澡喽。乖，在这乖乖待着啊！我们来洗香香哦。哦，这个东西没拿。哦，谢谢，帮我把门关一下。三公主，我们洗香香啦！来，干洗干洗 ，SPA 级别的。好香哦。信达雅，这里面都有了呀。怎么，甲方一个都看不中啊？哎，还是不满意啊。哦，对了， Simmons 的故事你听说过吗？没有。100多年以前，上海来了一家美国公司Simmons Company， 是做弹簧床垫的公司，啊，你知道当时中国人用的床是什么样子吗？棕绷、藤绷，还有更差的那种木板床。所以，弹簧床垫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过，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为了快速打进中国，就用了一个匿名征稿活动。一名征稿，这在当时啊，
可是一个很大的广告营销活动吧？你知道哪家公司最后赢了？你就告诉我吧。西蒙斯啊，这名字翻得绝呀！不但语音非常贴切，而且也符合中文语境，让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啊，一定能是个好项目。是啊。 西蒙斯现在已经是专业用词了，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英语翻译，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您的意思是，语义的这个 slogan 也可以有更深的含义。不好意思，我想来找找灵感，就让毛毛把我带过来。没关系 ，slogan 的事儿还没有头绪啊。没休息好吧？跟我走吧，我给你看样东西，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两颗心跳碰撞的火花。